Hello，来到小金门，这边是西方社区，然后转过来。今天因为跑那个业余办的这个12公里的活动，路跑活动，然后跟朋友来这边玩，然后刚才吃完了那个妙香锅贴，还不错。三个人吃了600多块，那平均一个人差不多200块吧，我觉得还好啦，还 OK 啦，还不错，食物还不错，吃的蛮多的。然后介绍一下西方社区，看看就好了，因为我没有做功课，不好意思，没有真的没有做功课。然后这个以前我有常来这边拍照啦，因为可是现在变成这边弄得很漂亮，大家看走走看看就好了，然后。详细的东西我就不介绍，因为我没有研究。OK，好。现在这边的弄的感觉有点像当兵的感觉了哈。你看，我们看一下古早的门这些东西。OK。卖鸡排的，对啊，其实最早以前我就看到这一排的门，就觉得蛮特别的，所以。那时候，2012年买单眼的时候，常来这边拍照。其实现在这种门，这种勾扎比的门，真的不多见，进门很少了。你看这都旧的，有些东西变成新的了。哇，很有特色。看一下。他这边在卖东西的，可以喝茶，你看还不错哦。我下次真的要找，下次要真的找老婆来这边，不错不错，跟大家走走看看，这边弄很棒。营业中，西方特约茶室，不错不错，开始有在复苏了，然后店家这弄的跟以前比不一样，以前都没有在营业的，都只是一般住户啊。现在弄的感觉有点像洋宅那种感觉。看到我了 ，OK。嘉年华冰果室，这很棒看你看。嘉年华冰果室，很漂亮。我下次再要找个时间来好好介绍，再拍一次。嘉年华冰果室，看一下，大家走一下，这边真的很值得逛。虽然目前没有很多店家在营业啊，其实这是一般的住户比较多，不过我觉得这边还是蛮好逛的。我们改天带我小朋友过来，可是小朋友只有男生比较不怕坐船，其他的像我女儿就怕了。真的有在那个嘞，看这个，要不要金纸的无？唔啦。有没有觉得很古早味啊？我觉得最近几年做的不错啊。我那时候2012年、2013年的时候，真来这边拍照的时候，这边都像这样感觉而已啊，像这样感觉而已啊。然后一般住户在住的而已啊。对啊，我觉得那种不错，真的不错不错。下次真的找个时间来这边玩，而且。他现在很多那个，就是像那个东宁那边那边很多那个装置艺术啊，然后墙壁就涂了很多那种战地色彩啦，勾扎逼的，还涂了一个公仔在旁边涂了一个，然后像用酒干那点那种感觉，我觉得还不错。我就是有在网络上看到这什么嘉年华这个冰品，觉得还不错，不知道消费的价钱多少。
改时间的。OK， 好了，最后喜欢我们片换订阅哦，拜拜，再见。OK， 这件好有特色哦。好了，最后喜欢片换订阅哦，拜拜，再见。